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熊手游教学视频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新做一段开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滚过来了。然后这是这新一期的完成稿，然后画的是一个那种医药师吧，就那种在魔兽里讲那就叫牧师，对不对？就那个意思。然后呢，这一期是一共画两幅画，然后大家看了就会知道。然后这一开始画一幅，然后画一幅那个画一幅妹子的，画到一半之后，然后有一笔画错了，有一笔就是一不小心画错了，画错了之后就没办法，就不能画了，水彩嘛，不可修改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画错就废了。然后也是又重新再录了一次，然后这个是就当时给大家看看怎么起草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是这期拖了比较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比较懒，对不对？然后比较懒的上一期是什么时候录的？过完年吧。然后过完年录完之后。录完之后不是要过年吗？然后这个是参考一个妹子，然后那个妹子是群里的，对，群里的，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绅士就为这个妹子进群，对不对？然后之前因为过年，过年然后就年前录一期，录完之后呢，过年好长时间，然后过完年之后快开学了。然后过完年，过完正月十五还有七八天就开学了，然后我也就，懒得再画了。然后懒得再画之后，我就拖呗。拖完之后呢，然后就开学了。开完学之后呢，刚开学嘛，还得适应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一期视频拖了半个多月吧，然后也是不太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也不要怪我。你硬要怪我，我也没办法。那我就给大家献上一首歌吧，以表我的失责吧，对不对？这首歌名字叫做开学了嘛，开学就应该放飞信鸽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给大家唱一首两只信鸽吧。好，咱们一起打个节奏。动词大词，动词大词，两只金鸽，两只金鸽飞得快，飞得快，一只没有眼睛，一只没有尾巴，真奇怪，真奇怪。好，唱完了，是不是觉得非常动听？回想起了小时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还是熟悉的感觉，还是熟悉的味道。然后呢，这个起草其实也挺容易的，就是跟着感觉走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感觉对了，什么都对了。对对，有些人经常说，我想找女朋友怎么办？然后我不知道该选什么啊，比如说，我觉得护士挺不错啊，护士会照顾人啊，我觉得学艺术不错，学艺术还会画画会唱歌。我觉得学管理也不错呀，还能帮你理财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造成了这种非常难选的地步。然后还是一句话，凭感觉嘛，对不对？只要对方喜欢你，你管他是干嘛的呢，对不对？关键是没人喜欢你。我都打光棍好几年了，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一期呢也是，看这个画的起草起的还不错，我感觉。这个我在大脑里构思一下，哇，那上完色那感觉，对不对？应该会很棒的。可惜手那么一贱，然后一不小心把一不小心涂在脸上了，涂在脸上就直接废了呗。
那个脸是干净的，然后一加上深颜色，你怎么改也改不了的。然后呢，前几天呢还犯了一个低级错误，就是那个群里面嘛，然后我就一不小心一手贱，把群里面三十多个人给踢了。啊，然后我就很郁闷啊，我很郁闷之后，然后我还自己在那，还跟群里说，我靠，是不是有人把我电脑黑了？怎么突然踢了这么多人，而且全都是和我关系不错的。然后群里面小伙伴也一直在那，啊，怎么着的，弄我很尴尬。尴尬完之后，我发现是我自己踢的，弄我都想找地缝钻进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儿还是对那个，当时被我手贱踢掉的那三十来个人说一声对不起啊，虽然又加回来了，对不对？大家还是，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的话，都可以上群里去踊跃发言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是，会经常看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你们发的东西，我差不多都能看到。比如偶尔有人发点种子什么的，然后我也会静悄悄的把这接收掉，是不是？然后这个也是画到这儿了，画到这儿之后，我铺了一下那个天空嘛，先铺一遍天空那个底色，然后铺完之后就稍微上上这个人，然后上这个人之后就发现手贱给画错了，然后就重新画另一个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也是挺无聊的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。故事是这样的，我有一天呢，小明在大街上打车呢，然后碰见了一只企鹅开着汽车就过来了，啊，开出租车过来了，然后小明就朝他挥手，然后企鹅就把车停下让小明上来，对不对？这都是正常的事。然后小明上车之后，那企鹅就开着汽车走，然后问小明，先生去哪儿？然后小明就说，带我去某某街的某某某某某某。然后企鹅就说好。然后这时候呢，企鹅就开车走，一边走就从后视镜里看到小明的表情越发狰狞，对不对？越发狰狞。然后企鹅就浑身冒冷汗呀，感觉这个小明不对劲儿，然后偷偷的再瞥一眼，发现小明鼻涕泪都淌出来了，企鹅就更害怕了。企鹅实在憋不住了，就问小明，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事吗？为什么看你表情不太对啊？这时候小明就对司机说，你为什么是一只企鹅？就这故事是不是很恐怖、很诡异？希望大家都会喜欢。接下来咱们画第二幅，这个是起好草稿，对不对？草稿看起来还是很萌的。然后现在咱们开始上色，对，开始上色。然后还是同样的
啊，还是熟悉的旋律，熟悉的味道，对不对？还是先从脸部开始啊，就是那个皮肤嘛，从皮肤开始上，涂一遍皮肤那种，这叫什么色？反正是拿土黄掺上朱红，再掺上一点那个橘红，然后再加水调出来的。大家也可以试调一下，反正大概就那个意思。然后也是，就最近嘛，刚开学也好长时间不画了，好长时间不画之后，在家里也一直都是画那种，偏写实的吧，就在又是爷爷奶奶让画一张，又是爸爸妈妈让画一张，又是某某小伙伴让画一张什么的，都忘了原来怎么画了，然后搞得我这幅就画的就和原来不是很类似吧，风格上有点突变，然后下一期会争取改过来。对，其实我在画这的时候啊，就我在录这一期视频的时候，我下一期已经快画完了，我只不告诉你而已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小秘密，大家也不要告诉别人。然后这个也是轻轻的铺一遍嘛，然后铺完之后就看起来半男不女的，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半男不女的。然后反正就大概弄画吧，那大家也是看一下吧，整体就那个意思。现在大家可能会听见一首熟悉的音乐，那这首熟悉的音乐呢，大家肯定在脑子里都有印象吧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期视频呢，我所有的那个 BGM 都是大黑魔机的。然后这个人呢，大家可能有人知道，有人也不知道。然后这个人就是，日本出名的女歌手嘛，然后摆中国就是。就什么呢？就那些老歌手啊，比如说宋祖英啊，那些就是类似那种歌手，就是老一辈的那种，你懂。然后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一首歌嘛，然后叫什么？好想大声告诉你，是不是？还是只能是你的，我也忘了，反正就这一首。然后也是灌篮高手的 ED 嘛，然后大家也可以查一下这个女歌手啊，这个女歌手唱歌挺好听的。然后可惜呢，就是人到中年嘛，人到中年总会有点不幸啊，比如说婚姻上的不幸啊，比如说儿女的不孝啊之类的这种。人到中年嘛，总会发生点儿。然后他也发生了一个足以摧毁他生命的东西啊，那就是他嗓子唱坏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，可能知道的人都知道他那个，之前的演唱会，然后唱的就是非常屌，然后跟 CD 基本还原啊，就跟现在大家听的这个一样。然后后来他老了之后，人演唱会请他去唱歌，然后大家就听着。就有气无力的，对吧？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也是，大家尽量
找一下他早期作品吧，如果喜欢的话。然后反正我挺喜欢这个的。那现在也是这个头发画差不多了，大家可以看到我头发画方法非常的怎么说呢，反正就那个意思。然后就是先铺一遍底色，然后打打阴影啊、高光啊什么的，然后再拿一个深色颜色一根一根抠，也不用全抠，就是抠那么几根就差不多有那个效果了。大家可能觉得这种头发的画法好像很眼熟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那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很眼熟，因为我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漫画家，就是那个谁嘛，那个叫叫什么来着？叫什么来着？我他妈给忘了。叫对，井上雄彦嘛，对不对？日本出名的殿堂级的漫画家，人还给寺院画画，对不对？井上雄彦先生，他画头发就这样，对不对？飘乎乎的，就跟几年没洗头一样，一根是一根的，油乎乎的就往外飘。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头发嘛，但画也比较少，偶尔画这么一次两次，也是觉得挺带感的。大家抽空可以试一下。这幅画也是啊，画到这的时候我就感觉不懂好看啊，你们觉得好看不好看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自己是不太喜欢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随便的潦草的就随便铺了一下，就想草草完事了，对不对啊？大概就这个意思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吧。啊，这个背景是不可取的，我就随便，已经是感觉不会再爱了，是不是？就那种感觉啊，浑身难受，对不对？就像中了那个钻石星辰拳一样，要想画画好，还得喝大力啊，喝大力出奇迹。一天不喝大力，我就浑身难受。好的，这也差不多画完了。然后画完之后呢，大概就这样草草了事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下一期我会努力画一幅好的给大家看。然后还是谢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啊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